양해. 我哋准备开始啦，记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啊！今日系同轩哥搞生日啊！今次我哋喺东区嗰边食嘢，喺 Grand Iris 嚟呢度可以揸车或者搭火车都得。早排咧都有接近30款啤酒可以选择，店内咧都会有好多酒桶。呢间啤酒厂真系好靓噶！除咗啤酒之外，你都可以饮红酒、白酒嘅。我嗌咗呢个四杯酒咧，大概20蚊左右。我哋 order 咗生蚝啦、牛扒、雪梨、巨大鸡扒、羊扒、安格斯和牛汉堡，仲有呢个非常特别嘅黑蒜汁薯角。另外一提，我哋啱啱咧就系12个人坐一张台嘅，咁佢系有一个 area 咧，就系可以坐到15、16人都可以嘅。所以如果搞 party 呢度都系唔错嘅选择，环境好靓啦，咁所以我哋都疯狂影相。之后我哋就去咗 Tracy 屋企度睇狗仔啦，佢新买嘅呢只。第二日，今日系佢嘅生日。我哋准备睇下有冇打 Full Shop King。我谂我入嚟啲摆住都。系啊 ，Camus。我哋最后买咗棉花棒同埋卸妆水。我哋就冇话好特别咁庆祝，就简单食下饭，擦下台脚，就拣屋企附近嘅餐厅。你点完餐之后咧，就可以望住佢整理个披萨。等等，我哋 order 咗一杯香蕉奶昔，都系香蕉酱咯，香蕉糖酱。好甜啊！佢劲中意饮呢杯嘢咯，劲甜。呢个鸡翼俾100分，系超级出色，超级好味。有啲酸酸辣辣嘅感覺。叫咗個豬肋骨啦，半份已經咁大份啦，仲有一個好特別嘅意粉。这个猪肋骨已经是很淋很淋的了，它半份已经是这么大份，还有配薯条啦、沙律，是超抵食。如果喜欢浓味的，这个意粉是很啱你的，但我觉得太浓味了。转眼我们就来了 Woolworth 啦，我们买了两包的亚洲饺子，还有一支鲜果橙汁。啊，7个半眼个3蚊，睇个样好似麻麻地啫。日本嘢，橙子好似 Chinese 嚟喎。
不斷遊說我買 bubble tea 俾佢飲。哎呦，哎呀！吃完饭都冇一个钟，又喺屋企继续进食。今集系咁多啦，好多谢你今日嚟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